绿豆炒栗子，别炒的。没事的时候就插，去插绿豆。啊，要插绿豆。插绿豆的时候就是手指尖进去，不是用手臂，是手指尖进去，手指尖进去。那插如果说旁边有出那个刺，皮会出刺，剪掉。剪掉伤口好再插，就慢慢练，你就会手指尖用力。如果怎么是绿豆？绿豆是凉的。有的炒铁砂炒那些东西伤它热嘛，因为你插本来就会生热，生热再热它就会伤到筋脉。绿豆是凉的，不会生热。有兴趣就搞一盆一桶放到那边，每天弄绿豆汤，然后用拳头打绿豆，不能让绿豆跳出来，跳出来就站骑马步去捡。可以捡回来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很好玩嘛。打完了这一桶，打完了，看看差不多就去煮了，洗一洗就去煮。不能插嘴。这都是以前练，就平常放家里面嘛。有事了，没事了，就在那坐着。